越快越好。明年九月初啊，多放两盒。行，没问题。啊，两盒吧，我给你做真空包装。9月1号开会，开要不行啊，进货量。能带吗？对，带两磅，对。你别随身带，随行李托运。报经理，真的。青岛机场他要你就点开。然后你记得问你叫什么名，反正我知道。他都给写单子，还让你找人，是吗？对。这到时候没有打算用人号。